恭迎王后，不必多礼，都是家里人，都起来吧，给母亲请安。姐姐，我们的小伽罗终于要嫁人了，你这是？ 这位可是随国的大公子。王后，正是在下。本宫的这个妹妹自幼聪慧过人，文才武功不比男儿差，就是性子跳脱，容易闯祸，日后啊，难免需要杨公子你多担待她，保护她，照顾她。杨公子，本宫。 能相信您吗，王后？在下口中，并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，但我必将尽心尽力爱护伽罗。如今国事繁重，能与两位兄长畅饮美酒，实在是人生乐事。赵兄，来。 赵兄，赵兄，请。大冢宰日理万机，我与赵兄都不是贪杯之人，恐怕喝醉了酒会耽误事。不如大冢宰说说今日叫我们来所为何事啊？<笑>这酒也喝了，大冢宰今日找我们过来，到底所以何事啊？ 当初啊，太祖病危，托孤于我，之后我必位低禅位，先后辅佐了两位堂弟登基为王。我自问，对天王忠诚，竭其股肱，勤兼家国，我大周出力百废待兴，清洗前朝之人不在少数，我不得不杀一儆百。俗话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 如今已无人敢对我直言对错，我今日请两位兄长过府，就是虚心求教，以期日后更好的辅佐天王。二位兄长，请多多指教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错在什么地方。大冢宰啊，你有十宗大罪，这第一。 就是纵子行凶，你的公子强抢民女，贪赃枉法，欺凌百姓。赵贵，父亲千好让你三分，你竟敢口出狂言，你还真把你自己当回事儿了是吗？混账！父亲，你这逆子，我早该管教你。我忙于国事，你又仗着家人溺爱，滚，滚！ 杨公子想娶伽罗，想必文韬武略必有过人之处。今日，可否让我们见识见识啊？王后，如今不在战场，如何试探行军点将的本事？那又何难，在府中比试即可。伽罗，王后，今日是伽罗大喜的日子，若是舞刀弄棒的，伤了人可不好啊。大喜的日子。 我们自然不能见兵刃，那便比试鼓舞吧。这鼓舞啊，翻腾多样，当中夹杂武功身法，一者可测他的应变能力，二者可以看看他的武功根基。王后姐姐，我来跟他比，但若我胜了你，又如何？日后啊，他自是你的夫婿，你要亲自跟他比试，倒也不错。 杨公子，你可有异议？啊，不敢有任何异议，在下定当奉陪。赵兄，还有哪几宗罪，请示下。赵兄。
太祖既然托孤于大冢宰，定是知道大冢宰睿智非常堪当重任。那么，何事该做，何事不该做，大冢宰也必都知道。若所有的人都因为我大冢宰的身份不敢明言，处处隐瞒，我就是有心，也无从得知啊。 若两位兄长都不敢直言对错，那还有何人敢说忠言逆耳利于行？二位兄长，这才是为国尽忠。母亲。 家里的鼓舞还没有人能跟得上吧？这就要看杨坚的本领了。王后高明，比试鼓舞不怕伤人，我们又可大饱眼福。